地沟油的快速检测呢，一直是一道难题。之前呢，卫生部在全国征集都没有理想的结果。而记者昨天获悉呢，一种新型的地沟油检测仪将亮相于下个月6号开幕的工博会。研发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的实验数据显示呢，它可以在1秒钟之内呢快速检出地沟油，而且呢准确率高达90%。 这就是理工大学最新研制出的地沟油快速检测仪，机器长宽各约1米，很适合放在监管部门的执法车上。检测仪运用的是钛合资技术，这种电磁波可以与油脂的有机物产生共振反应。由于地沟油的来源是废弃油渣或动物尸体内脏炼制的垃圾油，因此和植物油相比，油脂结构复杂得多。两者用钛合资电磁波检测到的振动频率差别很大，所以能快速有。 比如说试剂里用个滴管滴一滴油，或者有根油条，老百姓买了根油条，那油条纸上那些油就足够了，然后放在我们的机器里进行检测，整体时间呢大概在1秒左右就能完工。根据卫生部给我们的样品呢，我们的检测准确率呢是90%左右。这款仪器的样机将在工博会上亮相，目前上海理工大学正和企业合作，共同推动这款仪器的产业化。记者周云、朱梅报道。